秦汝同学，当功的桌球呢，得到了非常好的成绩，而且呢，他的家庭是一个这个教育世家，爸爸呢是宜兰大学的教授，妈妈呢是壮伟国中的校长，所以呢他们是教育世家，但是呢对我们云汝的这个兴趣，那呢他们呢都极力的赞成。那云汝呢这一次呢参加了这个桌球比赛，打败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选手啊，他超前了。所以呢他是一位仅17岁的孩子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，非常感谢他们的爸爸妈妈哈，林学仪教授还有我们的陈桂林校长呢的栽培，让这个宜兰的这个选手呢能够呢大放异彩，这也是宜兰之光。所以宜兰管监护告诉处哈，对于这个宜兰的这个当功这个选手，运动的选手桌球选手，我们呢希望呢栽培，让他呢成为呢全世界最棒的这个桌球选手。所以呢今天呢非常高兴，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他的爸爸妈妈对我们这位林云汝同学呢，我们赞许有加，除了肯定支持，而且呢他继续努力，非常非常的感谢。就感谢父母栽培，还有感谢社会企业赞助，就我会继续努力，加油。